叫陈桂秋，我是啊七零九被捕的人权律师谢阳的妻子。嗯，我呢在2015年7月10日我丈夫被捕以后呢，嗯，就是为他抗争了啊两年，然后我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美国，我现在住在德州。谢阳被抓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离开中国前，我是在湖南大学当老师，我是湖南大学教授，然后我做环境科学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那个时候已经是暑假了啊，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呢正好承接了一个研究项目，这个新农村建设啊，就是从这个生态的角度，让农村的有更好的利用他们的这个能源环境，更友好的这个与环境相处，做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并且设计他们的这种这个能源的利用方式，他们的这种固体废物的处置方式啊，他们的废水的处置方式啊，我们进行一系列这种这个更新上面的设计，提对他对他们的这个生态农村提出建议。对，那个时候我是几乎每天都是出门呐，就是开着车带着学生们，然后要走访长沙县的几个镇。谢阳是在哪里被抓的呢？他当时在干什么呀？七零九被抓的这个之前呢，其实谢阳跟我说他出差。他到了怀化，他们那里有个水库拆迁，设计了上万个农民的这种利益。他代理那个案子，然后带了同行的律师助理一起去去做案子，去了解案情的。他说出差去了，然后呢，结果我就得到了这个律师朋友的这个通知，就是说他被捕了。后面，律师很紧张，我也被他的这种紧张吓怕了。他说谢阳被抓了，你得准备钱，准备衣服，明天送到公安局去，长沙公安局，他需要这些东西。哎，我就懵了，谢阳出差怎么会被抓了？没有一点点这种征兆，所以这个事情我当初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恐慌，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慌，因为处于一种未知状态。当然这个当天晚上就把该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第二天就到长沙公安局去，就有个律师在跟我一起去。我们找不到负责的人，我们从一个办公室问到另一个办公室，就没有人告诉我谁负责谢阳的案件。然后最终呢，就是律师张仲石律师打了很多电话，最后确认法制科来负责谢阳的案件，所以我就把东西留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这种细节给我，关于谢阳的信息给我，只是说东西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就让我们离开了。你在法定时间内收到了法律文书了吗？那个法律文书我确实收到了，他们通过快递的方式寄到我家里，说谢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涉嫌的罪名是扰乱法人秩序。我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当时理解就是说关在一个地方，把他关在一个地方而已，所以后面我曾经要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地点要公示，告诉我这个地点，以及我要跟谢阳见面，我申请就是跟谢阳一起居住，这些东西都被拒绝了。不是被拒绝，任何的信息都没有。关于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间，这个六个月，谢阳这个发生的东西，我几乎就是一概不知。那，谢阳被抓后，你自己遭遇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是。概括一下，就是他们呢，就是经常组织人马，他不会单个来找我，组织人马。他们呢，从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公安局、湖南大学保卫处、
湖南大学这个校领导以及湖南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院领导，他们通常是组织这几批人，还有检察院，湖南省检察院，组织这一批人，然后呢，就是来湖南大学来对我进行这个问话。这个问话的次数也特别多，有的时候是在我们院里面问的，有的时候呢是在我们校长的这个会议室问的，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学校的保卫处问的。他们都问了些什么呢？他们问话就是问我是否跟其他的律师家属被捕的律师709被捕律师家属联系过，例如王夏玲、林文竹，问我是否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是否对外在外面说谢阳的这种情况，或者发表过文章，以及这个要我这个听话，他们会保障谢阳的一切权利，这个我这个只要法律保障法律下的这种这个权利，他们都会保障，他们是这么说的。然后呢，需要我这么合作。如果不合作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会对谢阳不好，会对谢阳判刑，这个结果他们说不是我所看到的，所以我需要跟他们配合。那谢阳被抓以后，你是好像经常去公安局啊、检察院是吧？我有的时候一周要去很几次，基本上保证一周要去一次。我的诉求是总体概括是这样写的，我需要与谢阳通信，同时我要对这中间的因为没有这个律师的这个会见权、知情权，还有我的这个通信权，我要进行对检察院进行这个控诉，这也是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去这些检察院啊、公安局啊、各级检察院、公安局我的诉求。在这工作过程中，哎呀，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没人管我，就是说没人理我。你终于好不容易敲这个办公室的门，敲那个办公室的人，到底我把这些材料应该交给谁，谁来负责？终于有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呢却什么话都不，什么细节都不会承诺不给你，然后什么项呢，这个权利也不会答应我。这个通信权没人答应我，然后这个律师会见权就是一直就是不予会见，就是说你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精力以及感情在这个上面，你不知道击中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这个主要的人物没有，不知道你达到了这个找到了这个要点没有，找到了这个该找的人没有。检察院也是一样的，他们会说收你的材料，但是从来不会回复你这个结果。有一次我跟张仲石律师一起去长安市公安局法制科，找那个法制科的那个负责的人，负责谢阳指定的谢阳案件的人，我送衣服，送这个送书，我总是每次都是一大包一大包送过去。然后呢，我就希望能够从他的口里面呢，就是那法制科的工作人员口里面呢，得到一些关于谢阳的案情。我就问他谢阳的案情，然后呢，那个是指定居所监视七十七天，他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告诉你。我说这个谢阳也关了一个多月了，这个应该快出来了吧。他这么说，快出来了，指定居所监视住这有六个月呢，六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你再来问这个结果吧。哇，我那个时候心里哪受得了，我的意思是说谢阳应该就是很快出来，就是我一天一天的算谢阳赶紧回来，结果他说要六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来问这个情况。那意思是说你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整个这个时间都用完。我那时候就是承受不起这个打击啊，当着他的面哗啦哗啦的哭啊。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就是然后走出去，控制不住啊，就这样的。谢阳案最早是张仲实律师在做，还有哪些律师呢？最开始是张仲实律师，他是湘潭的，就来回的在长沙与湘潭之间奔跑，但是我们的这个权利争取不到，后面呢就另起磊律师加入了。张仲实律师呢，真是非常的勤奋，一个星期有时候一个星期要来一两次。我们就是长期这样，他就跑过来长沙，我们长期就是说，我一起两个人一起，然后就是跑这个跑那里，他是从没放弃过，早上来我们约了到哪里见面，我们就在哪里这个公安局见面，公安局见面，检察院见面，我们就是检察院见面，然后呢，我们就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的这种问呐、敲啊，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就。递材料啊，没有，然后控告啊，跟里面的人，有些人就是接待人员啊，就是谈我们的诉求，我们就是张仲实律师，就是他敲开了这些门，同时也敲开了我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这个检察院、公安局等这些权力机构他们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件好或的。者场景？有一天呢，张律师带了我一起到长沙市检察院，我们去控告。我们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呢，我们就进到了一个进到了一个科室里面，然后呢，张律师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控告的这种材料交给他，告诉他他得不就是我们需要这控告需要我们这个会见权。那个年轻的那个检察官就是开始看又瞄了一眼这个张律师的材料，然后就说，你这么老的律师，你居然都不知道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文，你这个要求是非法的，就把这个张律师啊，你看那人家是30来岁的一个小伙子，就把张律师就这么一个训斥了一通，哇，我当时听了，我心里面真不是滋味呀，我心里就产生一种愤怒。我想反抗的那种愤怒对这个检察官，真是看不下去啊。就是，然后张律师说：“那你把你的法律的这个条文给我看看，你理解的法律条文给我看看。”他搞了半天，搞了半天，他也拿不出相应的法律条文，但是他的嘴巴里面一直在说这种很难听的话，说这个张律师，这个这么老的律师做了这么多的案件，你居然这样的法律条文你都理解得不透，你这个语文水平怎么搞的？你这个法律素养是怎么搞的？就这样说说这个张律师，张律师没有生气。那个时候，你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么学校那边呢？学校给我设置了十分大的阻力。我的这个院长，甚至想在我们的院里的门口安摄像头，特意为了我安摄像头。但是后面想，他们有一个这么软沉的摄像头可以监控我。同时，他们想24小时对我的行踪进行监控，想要人住到我家里来办公室，想要人陪着我办公室，在办公室里，被我这个严厉的这个拒绝了。2016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2月份吧，元月底或者2月份的时候，王强岭从带着儿子从北京一路的南下开车，见一些人，这里面就包括了我，这个里面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这个信仰的抗争，他给我做了个祷告，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就是我同时就知道了这个北京的几个家属，他们都有这种跟我有同样的这个坚定的信念，要把丈夫要救回来，所以后面呢，我们就有了这个709家属，这么一个称呼。同时呢，我也寻求各地的这个律师帮助。我会，趁着就是，
哪天我没课，我的工作上面事情都做完了，我就会坐火车，我会到例如这个常伯阳律师，我会去坐火车去见他，我也会去广州，我去见隋木青律师。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情，我记得你说，你收到神秘电话，有人半夜三更，给你打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在谢阳关进去一个月左右，2015年的，夏天，我呢，2015年8月的时候，我呢就收到了这神秘电话，连续几个晚上打我神秘电话，打我的电话，我不认识这个人呢，不认识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呢是什么时候打的呢？半夜三更打来，我呢，因为白天呢，你看还要到外面去带学生去采样，采集数据，晚上就累了，所以手机呢是关机的，到了晚上我就睡着了。这个第一个晚上呢，他打过来，我是手机关机。第二天早上开机就发现这个未接电话是凌晨三点钟左右打过来的。然后第二个晚上我就没有关了，但是我还是睡着了，又打过来了。连续打了三次，好像记得。然后呢，我呢就回过去，我把电话回过去呢，对方没接，第一次。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半夜三更连续打我电话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事情在这里面。后面呢，我就再打之后呢，我们就约了在一个地方见面。他说他说话不方便，我们约了在一个地方见面，然后我们就挂了。我当时很紧张啊，我怎么可以跟一个从没见过的一个只打个电话的人，而且见面时间是晚上。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我怕说是关于谢阳的事，那就我得去了，我必须去了，而且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有这么个电话。然后我就联系律师，联系朋友，不是朋友，家庭成员，我们家里一个人，我说我要干这个事，我要去，我要把这个事情要了解清楚，支持我呀，支持我，然后得护送我呀。然后我就半夜三更就律师朋友没去，但是他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家里面的那个人他在长沙工作，然后我们两个去的，我那个亲人呢还带了两条烟，那芙蓉王的烟呢，那是一级的烟，背在车上，然后呢一个黑色塑料袋子夹在这个衣服里面，夹着这腋下，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我们约在一个饭店里见面。晚上了，晚上八点多我记得是。我们就一进去就说我要找个人，然后就出来个人。对，这个人呢瘦瘦的，个子不是特别高。很朴实，穿着也很朴素。他就跟我说，见过谢阳，谢阳跟他要，谢阳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希望他能联系到我，然后希望我能够救谢阳出来。我说这个，你在哪里见的？他也不告诉我他在哪里见的，就说我到哪里可以去救谢阳，这些信息他都不敢告诉我，他说话也是这种，隐隐晦晦的，就是说不明朗，很多细节他很多的这种明确的信息他不敢告诉我，明显看出他也恐惧，然后呢，我们就想着，那下一步怎么办？如何救谢阳的问题？当然，首先我担保，我说我不会缺你的钱，我会给你钱。然后我们曾经想过一个方案，后面呢，又被否决了。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跟他谈的过程中充满了恐惧，我也恐惧。我的恐惧在哪里呢？第一，他是不是钓鱼的？他是不是就是说，来这里就是
迷糊我的，就是说让我落入某个陷阱里面去的这个诱饵，这是我要，这是我心里面在琢磨的一个一点。他的这个恐惧呢，可以明显看出他也恐惧。我觉得他的恐惧呢，我当时也琢磨不出来，我现在知道他的恐惧是他被怕被这个公安局的人发现。那他有没有提到酷刑？他没有说酷刑，但是他说谢阳需要帮助，他在那里不好，谢阳要他传话，要我来帮助他。他没有具体说，我现在想他肯定知道细节，但是他没有，不敢说出来，不敢说谢阳被打了被怎么的。那个时候是折磨的最厉害的时候，七月份被抓，那是那个时候就是八月份我的跟这个人见面，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被剥夺睡眠，后面才知道被剥夺睡眠，他的脚已经肿得不行了，不能就是说长时间坐那个凳子不能够移动，以及被打，这些都发生在这期间。谢阳出来后，我跟他核实过这个信息，他说这他说的东西一句句都是真的，但是我后面我因为出于恐惧，再者因为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没有明确出来，我居然跟他断了联系了。我国安里面是有朋友的，我问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他跟我担保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发生，你别相信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没有把这个事情继续下去了。这个朋友银后朋友是哎呀是很近的朋友啊，不是同学，但是我们两家走得很近。夕阳出事之前我们会经常一起出去玩，会一起让孩子们一起玩，我们的这种感情上也是特别好。这就是朋友，哈哈，但是关键时候要营救老公的时候他会站在共产党那一边。2016年元月谢阳被正式逮捕，他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扰乱法庭秩序。我记得2016年秋天你披露出谢阳遭受酷刑的消息。这个时候的来源就广了，但是我也跟外面的这种沟通也多了，我就不再相信公安局啊、检察院啊，以及我这个国保朋友啊、国安朋友了，我也不会找他们了，我不相信他们了。这个时候呢，我会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信息，你也知道我是长沙人，我是本土人，我出生在那里，然后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小学，那么就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硕士研究同学、博士研究同学，这个因为我呢又平再换了几个专业，我从本科的化学专业读到这个农学，这个土壤学专业，再读到这个环境工程专业，所以我的同学在很多的领域都有，而且很多在长沙，有些人是很善良的，其实，我说的这个国宝那边的朋友，就是我指的朋友呢，就是现在所说，就是我会从他那里获得一个信息，除了这些朋友之间的信息、同学之间的这种以及他们的同学之间的信息之外，我还会有来自于看守所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谢阳说，他在这个看守所，被监控，不让他用钱，这个。他这个周围的人都是来监视他的，不让别人跟他说话，就是还带出了他在这个前面6个月里面监视居住里面的一些信息，谢阳跟他说的，我们见过面，我们在饭店见面，对，所以当初给我这个那个愤怒啊，无以复加，说实话，这个，所以后面就是属于这种无所畏惧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怕丢工作了。院长，你再威胁我，你说再怎么个威胁我，我都不怕了，无所谓了。这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无所谓的。他们怎么威胁你的？没有明说，但是他会委婉的警告你，
陈福全啊，你不要这么搞嘞，你这么搞的话，这个我们也很难做人嘞。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服从上面的决定。前段时间谁谁谁也被开除了，你知道不？我们，你看，如果说你没有工作，你这个两个小孩怎么养？你的丈夫已经关进去了，你为你的后半生考虑不？他们就会这么说，他不会说，哎呀，我现在就开除你，他不会这么说，他就会这么隐晦的来威胁你。我是这样，当初是个什么状况呢？当初是个处于很亢奋的一个状态，我呢可以去在去看守所的过程中，一路的被院长骂，然后浑身发抖，自己也处于这种生理的反，处于有生理的极限的反应了，浑身发抖，开着在路在这个高速路上开车到看守所，然后呢跟律师会合，或者是我要去存钱，同时呢就是说。同时呢，就把我遇见的这个在看守所这个他的结果同时就发布在这个微信上发这各个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把这个情况说出来，不管这个学校是怎么个限制我这个言论的，怎么这个隐晦的这个威胁我的，那个时候就是无所畏惧了，不说是上天入地，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彻底的这个解放了自己的内心了，没有那么拘束了，为了这个救谢阳，就不会考虑到钱，也不会考虑工作，不会考虑这些这些牵绊的。我记得当时有报道说张律师去见了一次谢阳，还目睹了谢阳在看守所被打的场面。在2016年10月。张律师呢，跟国宝达成一个协议。国宝呢，邀请张律师呢去见谢阳，但是呢，去见谢阳是有前提的，要劝他认罪。张律师呢答应了，见到了谢阳。这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法律的会见权的一个保证，因为。这不是公开的，见了谢阳之后呢，张律师没有劝他认罪，同时回来呢，同时在会见的过程中，张律师遇到了一个，遇到了一个这么一个场景，看守所的这个看押他的这个人，用。张律师在一，在张律师呢是在2楼会见室等着谢阳，从1楼传来了谢阳，他的那个凄惨的叫声。然后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看守所的人呐，工作人员用他的这个船头用来殴打谢阳，要谢阳服从。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但是是在那里殴打谢阳。张律师后面见到谢阳的时候，他的这个头都被打破了。你看，就是在会见的过程中，张律师都能够遇到这种场景，都能看到有这种场景发生。那如果说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谢阳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所以这个事情，张律师就很气愤。回来之后，我张律师和那个国宝，我们三个人又见面，又谈了这个事情。当然，国宝不承认呢，不可能这样发生。当然，张律师说是有。那我去调查，那个国宝就说，那我们去核实一下情况，核实就没有结果了。到了2016年12月的时候，你就给谢阳换律师了，换成了陈建刚和刘正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我记得是谢阳有一份信转到我手上，说要请建刚做他的律师。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到了需要换律师时候了，因为前面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工作，张忠实律师、宁奇磊律师，做了很长时间，1年多的这种工作，一直就会见不到。
就是2016年八月夏末秋初的时候，你从这个看守所的这个信息源以及其他的你刚才讲到很多朋友关系的信息源，你听到了很多消息，当时你做了一些发布，你能不能大致上归纳一下你当时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关于谢阳？这些细节都是关于他酷刑的细节啊，包括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半年里面，另外阶段就是在看守所里面的。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那这个就是惨无人道啊，不让他睡觉，不让吃东西，坐着不让动。那个腿呀，他这个被抓之前就已经受伤，没完全好，导致他的腿呀，这个肿得特别大，然后还用烟去熏他，就是几个人抽着的烟，把那烟吐出来熏他，他是不抽烟的人，这个里面其实他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让他达到一个生理的极限。极限到什么程度呢？极限到就是他自己都没办法支撑他的身体了，他的这个体力都没办法支撑他身体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就会让他签字，按照他们所就是国法他们所要求的这个内容写成了材料，然后谢阳只要签个字行了。谢阳这签字的力气都是很艰难的，就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你就不要提什么要更改这个材料，这个不符合现实，就这样的要求你就别提了。还有精神上的折磨，这些折磨就包括对谢阳说要威胁我呀，威胁我会没有工作，会威胁我的孩子们，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会上不了学，还威胁我们家的亲戚们，例如我哥哥们，他们都是有工作的，还有一个侄儿啊什么的。威胁他们就是威胁说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还有这个在看守所后面被这个袁静殴打呀，袁静这个派人监视他呀，这个就是不让他这个用钱呐，甚至连这个牙刷牙膏都没有，上厕所的纸都没有。我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关在哪里？那个场所是一个什么场所，叫什么，在哪条街道上，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哎呀，谁也想不到啊，它是一个老干所，它是国防科技大学第一干休所，在我们这个长沙开复区那里德雅路。我知道它关，我怀疑开的关的那个地方，我的这个第一的直觉，我就是在八月份就是那个神秘的那个电话打给我，见了那个人之后，我就有直觉他可能就关在附近，但是没有确认。后面又有人就是告诉我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具体就告诉我了，他就关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戒备森严，我进不去。有我委托个朋友进去过，进去过之后呢上不了二楼，谢阳是关在二楼，上不了二楼，就是说你才走这个进去那个一楼那个门口的时候，就有这个武警把你拦下来了，把我的朋友拦下来了。我在夜晚几次在那下面观察过地形，这个地方我查看过很几次了。请你介绍一下你是谁？然后请你讲一下，709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你遇到了什么？我是陈建刚律师。709当时发生的时候，2015年7月9日，我当时就在北京的家里。那个时候我还在处理好多案件，不停的出差。所以找我的那一天，我是在安徽的蒙城，
在法院开庭。这个时候，这个应该阜阳市公安局的国保来找我。开完庭之后，上了车被拉到公安局。那些警察呢，他们也向我直言不讳地说，就是我们接到上级的任务，不得已要找你谈话。核实完身份信息，然后就说那个北京王宇律师你认识吗？他被抓了，你是如何看？我说我知道啊，这是我好朋友。我怎么看？我说我认为这是就是迫害啊。他是一个律师，他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这个警察就开始给我讲，那么现在我们得到上级的任务，就是要向你传达，这个警告，或者说命令也好，就是告诉你，不得为王宇等人被抓的这些人，不得为他们呼吁，不得写文章，然后不，大概还有就是不得相互串联之类的。那么，709以后，你有没有去当时去代理谁？我当时接受了谢艳义的妻子袁珊珊的委托，代理谢艳义。那么我接受袁珊珊的委托之后呢，去天津去了两次，要求会见等等，当然是这个是人所共知的，就是不让见嘛。那么我后来知道你和谢阳是非常好的朋友，你们这个团体是很close 的一个团体，但是你和谢阳尤其是好朋友。我记得2015年的冬天，你写了一篇文章叫谢阳这个人，后来我们网站做了一个节选的翻译，我对你第一段印象非常深，你里面就是说，从夏天过了秋天，现在又到了冬天，外面在下雪，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怎么样了。那么既然谢阳是你的好朋友，又是应该也搭档做过案子，你又那么想念他，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谢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律师？谢阳这个人呢，首先说他的个性非常的鲜明，很强悍，强悍到就是性格粗犷，甚至我这样说，就是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很鲁莽，甚至很粗野的那种状态。其实他出来和人权律师相互联系，然后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案件，他比我还要晚，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一出来就是面临打压，然后全国那么多律师去帮他帮助他继续执业，所以他当时呢一种什么状态，就是在我们这个圈里律师群当中几乎都知道他，而且也知道他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强悍。但我举一个例子，为了让他继续执业，他起诉了长沙当地的这个司法厅司法局。这是哪一年？这大概是2013年或者2014年的事情。他起诉司法厅开庭，全国各地飞过去的律师，再加上长沙本地去的那些公民朋友，有至少有200人以上，就是去开庭。谢阳他本人告诉我，就是我的律师证拿不到我也值了。他在法庭上，他和这个司法厅司法局的这些官员面对面的时候，谢阳就说一句很有名的话，你们这些司法局的官员不是狗娘养的，是我们律师养的。所以
类似这种事情还有好多，就这种话这种事情大概只有他这个人能做得出来。我因为我当时很遗憾，就是我没能飞过去旁听，因为去了两三百人要旁听，当时那个法院呢本来确定一个小的法庭开庭，结果来了那么多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司法要相对今天来说还好了很多，一个表现就是法官居然同意让这么多人来旁听这个案件，而且调了使用了他们法院最大的一个法庭，所以那两三百人全部都能坐进去。谢阳说这个话之后，法庭里雷鸣一般的掌声。法官知道他制止也止不住，所以法官连大家不要鼓掌，连这个话都没说。所以像这种事情，因为司法厅刁难一个律师，这是大概有律师制度以来就是常态，对我们律师的这种刁难威胁就是常态。谢阳在当时他被折磨的就不能执业，他和他们对簿公堂，他敢说这个话，为很多律师出一口气的这种状态，所以去的那么多律师，还有旁听的公民，对此就感到很振奋。谢阳他对于他因为他的案件去了那么多人旁听，他认为是他人生的一个壮举，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709发生以后，到你2016年底12月，代理谢阳案，这期间你还在各地跑办侵权案件是吧？是的。这期间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案件吗？涉及到人比较多，开庭时间比较长，就是安徽阜阳那个案件，一帮聋哑人，一个盗窃团伙，结果当地政府为了整成一个大案要案，其实就是杀良冒功这种状态，给这样一个聋哑人的团伙扣了一个黑社会的罪名，把他们描述的无恶不作一样。聋哑人盗窃团伙，那么审讯一个聋哑人一个上午做出来的笔录大概要20页以上，这一个聋哑人他承认了他参与过的盗窃能到2000次以上，而且时间地点房间号哪个酒店记得一清二楚，这个是不可能的。这种口供怎么得来的？是警察向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打电话，就是问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盗窃酒店没有侦破的案件，可以全部报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替你消化掉。于是上海的、北京的、新疆的等等全国各地的案件都报到这一个公安局，这一个公安局就把这些打印出来，强迫这些人全部承认。这里面涉及到酷刑，我多说一句，就是这个盗窃团伙啊，差一点是整死人的。那个其中3号被告人被酷刑到送到医院抢救，就差一点把他整死。2号被告人是一位女士，为了胁迫他承认警察拿到的所有的东西让他签字，酷刑用那个风油精涂到他眼睛里面，所以这个当事人差一点眼睛瞎了，他的视力被严重的损伤。这个团伙一共多大？被告大概有30人以上吧。被告开庭的时候应该有多少人被判刑？至少有20多人，至少有20多人被判刑。最高的刑期呢？最高刑期大概12年，就是我就是
对，就是我那当事人，因为我代理的是一号被告，也就是被定性为黑社会老大。他多大年纪？他年龄应该在50岁，不到50的话，当时也差不多，或者说50左右。他是乡村人还是城市人？他住在城市里，住在城市里，他们到处租房子。其实这个故事就讲起来，涉及到中国，在中国这种社会状况之下，聋哑人这种残疾人，他们的生存状态。那陈律师，你是2016年12月，受到谢阳妻子桂秋的委托，给谢阳当律师。那么接下来你做了什么呢？收到桂秋的信息，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在山东德州开庭。那个时候呢，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江天勇失踪，就这件两件事情，差不多同时。桂秋先提前给我发信息说，江刚，谢阳传出话来，要求你来辩护，你能不能来？我是义不容辞的。我说我当然可以去啊，我怎么可能推迟这件事呢？然后在德州开庭的时候，开的庭啊，我们也偷偷的看一下手机啊，有什么新信息。那时候就我看到唐吉田律师发给我们大家信息说，江天勇这个家伙已经多少个小时没露面了，大家要关注，别出了什么问题。就那个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江天勇可能要出事儿。我们几个人的，因为开庭那个时候，刘卫国啊、庞坤啊、傅永刚律师啊、当时郑湘律师，我的已经去世了，我们的好兄弟，我们就在说，我说江天勇可能出事了，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可能要去长沙为谢阳辩护，这是我们当时得到这个信息的场景。桂秋还给我发信息，他说，建刚，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如果来办谢阳这个案件，你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我到了长沙和桂秋见面，签委托合同，签授权委托书，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都查过了，因为我那个办案笔记当中记得都很清晰，不是19号就是20号。我拿我的手续去了，是长沙第三看守所吧？第二看守所去了之后，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不会让见。第一次就是把材料交给他们，他们说啊，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电话通知，你就是把我电话留下，姓名留下，材料我记得他们也没要，他们就留了个复印件，他们自个儿复印的，然后我就离开长沙了，这是第一次去长沙。那你第二次去看守所，他就让你回见吗？是的，日期是2016年12月22日。我们大概是前一天到的，然后第二天老隋跟着我们俩一块儿到了那个看守所。刘正清律师呢？老刘也到了长沙了，因为我们都约好了的。老刘他，因为他已经，我记得他在我之前他已经见过谢阳了，他呢我们分工，他去了法院了，我记得他是去法院拿那个起诉书去了。所以我们俩算是兵分两路。12月22号我要求会见的时候，
先到看守所的大厅，他们收了我的材料，说我领你去见我们所长，先去见他们看守所的所长。看守所的所长就跟我说这个，当然我知道他们给我提那么多要求，其实前提就是允许你会见。如果要是不让我见，那直接就一句话就不让你见，那就得了。之所以给我提那么多要求，其实就是说你已经可以让你会见了。那么他给我提的这个要求呢，当然了，依法依规会见，然后这个不要对外透露信息不允许对外透露任何信息等等，这个我同意。陈律师，你第一次见谢阳律师是12月22号2016年上午好像是的。上午见到他的时候，时间在10:30左右。请你详细的描述一下这个C2会见室，这个谢阳专用的C2会见室，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房间的细节，房间多大，房间什么形状，特别是房间里有没有摄像头，你和谢阳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隔开，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说话，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饶有兴趣的细节，请你谈一下。他是这样，那个会见室呢，我相信这个C2和C1、C3等等其他会见室里面的设施应该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有摄像头，专用的摄像头。就是因为他没有在其他所有的会见室当中设置如此严密的摄像头，只有这C2的一个。那会见室其实全国各地应该按照标准，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就一个小房间当中用铁栏杆隔开，两部分各自有门。那么这个被羁押人押过来是从里边那个门进来，律师会见是从外边，就是外边楼道进来。我们虽然能见面，但是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门进入。我顶头就是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的视角大概是看到谢阳的脑袋，看到我的脸。我背后上边又是摄像头，而且那个摄像头应该是在我背后两个角都有，也就是说在我背后两个角都有摄像头，谢阳背后有一个摄像头，这样就是至少是三个了。那么这两个摄像头能看到我的脑袋，看到谢阳的脸，而且在我桌上它有一个黑色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不敢确定是什么东西，但是它很像那个大个儿的摄像头，就那里边旋转的东西，而且它能不能监听我不敢保证啊。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监听的，但是中国的法律我们都知道，共党是不会遵守他们法律的。你第一次见到谢阳，你们是好朋友，不光是一个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你们当时你们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你想想，从2015年7月被抓到2016年冬天，已经隔了1.5年了，那个时候音信全无啊，这人到底被整成啥样了，已经就是有酷刑的消息传出来。所以见了他之后，我知道他在里面肯定受苦，那因为我们办刑事案件的律师，而且是人权案件敏感案件，那我们知道酷刑是普遍的，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见了他之后那个心里很难过。当时呢他刘正清律师已经把案卷给他了，所以他来他拖着那么一堆案卷进来。他当时啊穿那个蓝色的看守所的制服一样的，那个头发很长，然后胡茬子又很憔悴，本身他就黑，这个所以你进来那个样，那就是形容猥琐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人被整的那个样子嘛。见了我之后，建刚你来了，就我就说，我说哥哥受苦了，我们俩他那个看守所的那个民警呢，就把他手铐，因为他是铐着手铐来的嘛，
进来之后给他解开手铐，把那个解开一只，把另外就是靠着他左手，把右手的那个手铐靠在那个铁椅子上，所以他可以写字。就这种状态下我们俩握握手，我说哥哥你受苦了，他哎呀坚哥这当时就掉眼泪了。你就这是隔了那么久他见到我，这是第一次见面。当时房间里有警察吗？你会见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是没有的，他们警察把他送进来就走了，但是呢，他们在监控摄像头里面严密的监控我们，就我们俩聊天的时候，这个警察就咚从后面开门闯进来，说怎么我们看谢阳有情绪有变化，是不是哭了？这个，就是他们在监控当中，他们感觉要进去来敲打我们一下，警告一下，就这种状态。谢阳回头说没。现在我们要具体谈一下你的这个会见过程。我们在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啊，谢阳就把他那个故事大致的给我讲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能做笔录。谢阳就我们因为我不确定我今天能见到，明天还让不让我来，所以谢阳就很快的把这个故事梗概给我讲了一下。我那个时候呢，我就他一边说我啪啪啪啪啪打字，我就很快的记录，而且呢是我也不打断他，谢阳不让我打断他，就是我先给你尽量讲完一遍，然后咱们再细说。所以我留了那个就是打一句话然后回撤一下答案，我留了一个很简洁的算是个记录。也就是说你接着很幸运又能去见的时候，你手上有一份大纲，等于是也不算是大纲，就算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过程。对啊，就是、你已经知道。对，我知道一个梗概。对，一个梗概。就好像电影还没看，对，但是电影的这个梗概你知道了。对，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见当中，谢阳讲了很细节的讲了他监视居住期间受酷刑的这个经过。你也说了警察有时候跑进来说他是不是动情绪了什么的，你给我描述几个这样很动情绪的时刻好吗？谢阳呢，我现在想就是我们第一回见他，因为他在里面他已经关了一年半了，他受了那么多折磨，他那个给我们就是给我说起来他就哭了，就这种一开始见到我就哭了后来我就聊到这个，我说老隋和我一块来的，隋母亲在外边，所以谢阳一听哭了，这个哼哼滋滋哭了。到后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说那个我做那个简单的大纲那个记录的时候，因为他讲到那个不同的阶段都掉眼泪了，就直接就哭了。当时整得他很惨，他连头都抬不起来，就是以这种熬鹰的方式把一个人的精力体力全耗光。警察跟他说，给他说你闺女不是叫谢雅娟吗？在哪个学校上学我们都知道，我告诉你谢阳，你老婆在哪个学校工作我们都知道，谢阳你也知道这个长沙的交通状况，他们开车出个车祸这也是很正常的，你闺女跟你老婆一块在车上出个车祸，就说这个，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可以造个车祸让他们一块杀掉嘛。谢阳听那个话，谢阳就就你很恐惧嘛，很恐惧。因为我当时听那个话，我那个愤怒啊，我那个桌子，我哐哐的捶那桌子，妈的，我就当时真是想杀人的那种状态。那陈律师，请你讲一下这个谢阳会见笔录的制作过程好吗？制作过程，
我一共制作了3份笔录，到现在披露了2份，第3份我准备今年2009披露出来。笔录，这个前2份笔录现在网络上到处都有，所以详细的内容我不用再重复。这个过程呢，就是我反复的去会见，就是今天来明天来，上午来下午也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会见，然后我们聊，我把信息记录下来，然后晚上在酒店我把他们都整理好做成电子版。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过干扰，这干扰就是警方注意到我总是去会见谢阳，而且我们会聊很长时间。那么在我会见的有一天过程当中，是我上午会见，等我下午再去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让我等着，让我等多久等多久，一直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他们看守所在找谢阳，向谢阳施压，其实也就是表示谢阳啊，谁都救不了你，你的律师根本救不了你，你只有服从啊，这个或者简单说就是相信党相信政府，或者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你才有可能从轻处罚。他们大概就是已经有一点预感，就这个律师总是来，所以他们向谢阳想传达这个信息，就是你不要相信律师。在1月4号，2017年1月4号到4月6号，我记得就是周3到周5，连续3天，就是我大概是会见了6次，所以这3天，其中我说一个过程啊，其中最后一次，我很奇怪的事情，最后我到现在我怀疑我的会见手续被看守所给我偷走了。那个刘正清律师他在会见过程当中丢过一个包，里面也丢了不少东西。我最后一次去会见，就是我把会见手续，就是这个会见笔录打印好，最后一次见他，让他签名，核对签名。就那一次我会见函没有了，没有了。我明确的记得在我那个文件夹里面是足够的，但是为什么一个都没了呢？我就问这个看守所接待的警察，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动我的材料？这个警察呢，就是他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因为他们早就认识我了，条件反射的对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去问领导，我任何事情不知道。我一看他这样表态，那我也就差不多了，我就不问了。但是那时候呢，我恰恰好有那么多余的一份没放在我那个塑料的文件夹当中，专门放空白手续的那个夹子当中，是我记得我那一次是从威海出差，放了2份会见函放在一个快递袋子当中，在威海用了一份，另外一份就留在那个快递袋子和我那个塑料文件夹就不在一块儿。如果要是我没记错，因为我认为就是肯定就是有人把我的材料都给我偷走了，然后他不知道我那个在其他地方在那个快递袋子当中还有一份，我没有办法，我把那份找到了，就是最后一份，我就用了那一张会见函进去见到谢阳，让谢阳核对签字，这样把这个会见笔录搞到。前两次
前两次，这是在应该是在春节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春节之前，完成这件事，就是拿到了两份笔录。第三份笔录是在春节之后，我为了防止不让我会见，我尽快的又去了一次，大概好像初七八的吧，好像初七八的，我马上飞到长沙又会见了一次，然后又做了一份很详实的笔录。按照我原定的计划是这份笔录我没有想立即把它公开，因为我和刘正清律师还有湖南的其他几位律师，我们确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的这个方案呢，就是我们手中掌握一份材料的时候，与其把它用出来，不如使用这种威慑力，就是含而不发，含而不发。我的想法呢是，我要让你们知道它有多大的威力，那么我不使用，因此我们作为一种交换。因为那个时候谢燕义被释放了，谢燕义取保候审被释放，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要和国宝做一个交易，让国宝把谢阳释放，采取谢燕义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交换砝码的话，人家肯定不放人。我给桂秋那天晚上嘱咐的就是，你把这笔录复印给他们复印件。但是桂秋他回去他没有这样做，桂秋是把这个笔录摘抄出来了一部分，他给国宝了。其实你这个时候桂秋也没有告诉他们我这个就是我摘抄的这部分是哪里来的，因为你那种情况下就完全降低了他的杀伤力，他的威慑力。桂秋拿着他摘抄的这部分和国宝谈，就是啊，我们现在知道了谢阳受了酷刑啊，很清楚，非常清楚。但是国宝对于你摘抄出来打印出来的这个东西嗤之以鼻，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所以这个谈判就没成功。当时我满以为国宝我的材料都给了你们手里了，你们居然没有一点点回应，你们是不是小瞧我啊？我当时我就有这个愤怒，因为按照我的想法绝不应该这个样子。其实我不知道桂秋把我这个计划打了折扣了。2017年1月，至少是1月18号，我出差到了西安，白天办案子，然后和桂秋保持联系。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消息就是国宝不放人，国宝没有任何反馈，大概就是这个信息。我当天晚上我就很愤怒了，因为我还是说我不知道桂秋把我的计划打了折扣。2017年1月19日凌晨啊，我既然那样，那咱们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吧，那我们就要对决下去了。我在博客上把这两份笔录公开，应该是博客公开，再用微博把它转发，就这样。那一天晚上基本上没睡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就天亮，1月19日天亮那一天，我不停的说话，不停的接电话，直到就是到下午嗓子完全哑了。这么多电话都来自媒体，海外的媒体，美国的、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等等等等。我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在接电话，这样就是那个声势呀，铺天盖地，铺天盖地的。就是我现在感觉，这是你预料之外的吗？不是预料之外的，是预料之内的。我有预料这个酷刑笔录披露出来会有很大的声势，但是说实话，它这个声势大的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料，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大声势过。我到现在，直到现在为止，我回想所有人办过的案件当中，没有像这个酷刑笔录披露之后，那么大声势的各种媒体的这种报道。会见谢阳笔录发表后，长沙那边是什么反应呢？没反应，他们沉默了好几天之后，有一天来了6个警察到我家门口，就是一第一次敲门的话呢，我就就问他们是谁，他们就他说我们进来说话，我说不让你们进来，我就把门关住了，问一句然后就关住了，他们就继续在外面敲个不停，然后我再开门，他们是国宝，他们要进来，那没有等到我拒绝，他们已经就进来了，把腿脚踏进来了，然后就当即就几乎等于是控制了我，不让我用手机了，手机被他们拿住了，然后那就是早晨8点左右，我的小女儿起来还没刷牙，就是已经在厕所里面等，正准备刷牙给她，我的大女儿正在家里面还在休息，因为她是读那个时候学习很紧张，那个时候还没起床，就是这种情况。他说要带我走，我说带我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说，他说必须带我走，我说到哪里去，到我们湖南大学保卫处去，然后呢就我说我的小女儿在家，那一天我的爸爸正好不在家，他回我们老家了，所以呢我就把我说我必须要带小女儿，所以我把小女儿也抱上了，然后坐他们的车子去了，就去了我们湖南大学保卫处，一去发现另外的房子2个房子里面都坐满了国宝，当他把我坐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天呢就是也是就是威逼利诱，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我劝谢阳认罪，还是要劝谢阳认罪，要我就是不作声，我就妥协，我就不妥协，然后我就坚决就不同意他们的方案，我说你必须把谢阳放回来，他没有犯罪，你必须放回来，我的目的就是放回来，他的目的就是说劝谢阳认罪，可以判个缓刑，我说不能判刑，谢阳就只能够回来，所以我们就僵持了有9个多小时那天。当时他们关于这个酷刑笔录在海外的主流媒体的报道有说什么吗？不提一个字。你在这个谢阳酷刑披露以后，你好像有一次出境的经历，然后你发现你自己被控制出境了。对，我是被边控的，就是边境控制，就是不让出境。这个边境控制我曾经在2016年4月4号的时候试过一次，因为我看到别的俏玲啊，别的很多人啊，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能出境，所以我那一天呢，我去试了一下，2016年4月4号，然后呢，谢阳这个。这个边控之后呢，我就想着，那是不是后面要缓解呢？就是要把我这个解除这个边境控制呢？所以我在2017年的2月份左右，就是对2月份左右，我又试了一次，我是从广州东站准备坐火车，然后就是到香港，在广州东站又被拦截了。说边境控制，不仅边境控制，而且扣押我大女儿，这个把我这个大女儿单独关押，关押那个房子，那手机是没信号的，这让我十分恼火。这个然后驱赶我们，我想靠近我女儿我想这个跟我女儿就看看我女儿，他们就是驱赶，就是不把你当人，就驱赶一些动物那种驱赶，那些人的这种这个恶劣的态度啊，同时想收走我的护照，收走。我和两个女儿的这个证件，他们说要核查，我不给他们，所以发生冲突了，这里面我坚决不给他们，他们就说那不给他们，那他们就是赶我，像这么赶我，就那次真是十分的这个愤怒啊，当初的现场愤怒的过程中，我这个小女儿她是没见过世面的，2岁半那个时候已经是看啊
四岁了，已经是四岁多一点点了，那也没见过世面呀，所以看到妈妈跟别人吵架，妈妈被别人赶，他们的语言里面很恶毒的，然后就是我女儿就是那鼻孔就是喷血，那就不叫流血鼻血，那就喷血，喷的那个地上呢一滩的血，有个小女儿。那当时他把你大女儿扣了多久呢？大女儿扣了三个多小时，我记得是。大女儿当时多大年龄？2016年14岁多，14岁多，还没15岁。对，他当时他出来以后有没有跟妈妈说他们把他扣在里面发生了什么？看出来之后见了我就抱着我哭啊。我的女儿本来是她是那种很内敛的一个女孩子，就当着那种大庭广众之下，你想那里那个地方是一个海关的就是出境的一个检验口，我们被驱赶到一个就是远远的离检验口一个远远的地方，但是也是人来人往的，抱着我大声的控制不住的哭啊，周围人都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哭完，等他平息下来，我就问他是什么事情，我说为什么就把你关这么久，他说反正就让他坐到那地方，任何人也不准靠近，坐那地方，他想给我发信息，发现手机没有信号，那里屏蔽信号了，就这样一直等，他说，然后他也问过他们，他想见妈妈，他们说，我们正在处理你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直让他等着。那个之后你应该对你的局势就有一些估计对吧，那时候你在做什么样的盘算？对，我从下决心离开中国就是在广州东站那一刻。谢阳酷刑笔录出来以后，他无疑是在国际社会引爆了一个炸弹，因为在过去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面，大家只能去猜测担忧，不知道中共当局在对709羁押者人权律师在做什么。那么你的酷刑的披露呢，有点像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突然把窗帘拉开，大家才突然看到一个这样一个惨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假想你在披露谢阳酷刑以后，你自己受到的压力肯定是接踵而至，想请你谈一谈。我先说披露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怎么顺利，因为我披露就是当天博客就给删掉，所以这个状态就是他们删了我再发，删了我再发，就是但是就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博客还没有一下把我的博客给消耗，然后在这过程当中陆陆续续的这种媒体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我就开始接到这个司法局的电话。北京市司法局？对，北京市司法局，因为两级嘛，北京市司法局和朝阳区司法局监控我们的主要是这个市司法局。这个过程呢，就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朱玉柱过联系。他的头衔是什么？他应该是现在来说应该是律管处的主任，他原来是副主任，原来主任叫柴磊，这个你像唐吉田律师被调召就是他一手搞的嘛。朱玉柱给我联系，就不停电话联系，建刚到司法局来，那个重要问题要谈话，我就说我出差在外，我回不去开庭等等等等，你哪一天到北京，你赶快来。第一次去司法局见面，就因为谢阳笔录这个事情，是2017年2月24号。他们的反应很慢呐，他都离你披露过去了一个月了，对对对，中间隔着春节，那也是相当慢的。是啊。那有点不可思议。他们一开始，你包括这个长沙，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个结果啊，
这是到什么状态之下，到了那个，我这就说北京市司法局，他们没有关注到这件事，他们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国际媒体的这种山崩海啸一样的事态造起来，中央就是外交部他们那边知道这件事了，然后才把北京市司法局叫过去一顿痛骂。这个话是朱一柱告诉我的。见了之后，朱一柱，江刚，来来来，江刚，那个你给我说一说，你现在干什么事儿？就给我讲，兄弟啊，现在中央很震怒啊，就给我说，司法部现在拍桌子大骂，你把这事儿搞成现在，就是当天就给我，他这话是他讲的，就是中央很生气，然后司法部现在追这个事儿追得很急，然后给我拿出来大概就是那么一沓材料，这是国宝送来的，国宝找你了吗？我说给我打电话了，已经，你看一看，你先把这些材料翻一翻，就是，笔录的内容，然后各家媒体报道，然后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上了那个，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些截屏，包括对我的一些采访，就这些，都拿给我看，就是这是国宝交给他们的，交给他们的下一步就是，兄弟，你这样搞，对你家人是不利的，你要给家人想条后路啊，兄弟，就这样，那个好，那咱说要求，下一步，不要写文章，不要炒作，不要再发言。我给他们也提要求，我就说那这样，我也没别的要求，我能给这个谢阳包括谢阳家属做工作，那么北京的县议已经释放了，你们领导能不能给长沙沟通？因为人长沙他们不理我吗？你们能不能去做这个工作？去做这个工作，那我不炒作，县长也不炒作，让他回家。朱一柱答应的。他们结果他们搞了什么？他们在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找县长，就是访问县长嘛。县长就说你身体怎么样？县长说身体很好，又是什么？县长爬楼梯什么什么都很好。就是去做这个，说啊，你看，说县长是受了酷刑，那是假的。那么县长自己说的，他身体很好。他们去做这一系列的材料准备来攻击我的，那下一步，我当时，我在应该就是2月28号晚上，和3月1号之间，就我就看到那信息，我当时在高铁上，我当时出差去了那个，去了福建，结果我在路上，我突然有一个意识，哎，我就想。这下一步，这不是马上要抓我吗？到了3月1号，从3月1号开始，中共官方媒体，包括大量的自媒体，就是中共操作的这些，万炮齐发，来攻击我。主要其实他们搞的那个节目啊，就是，把谢阳、江天勇拉到了这个电视屏幕上。江天勇说包括那个江天勇和陈桂秋通话的那个应该是 WhatsApp 上的录音，那些都有。江天勇为陈桂秋提意见，就是公布这个谢阳遭受酷刑了这些信息，这个文字应该怎么写，什么分段啊什么的，就这些内容。然后那江天勇那肯定就是酷刑折磨服了，那个江天勇说这个我要提供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外媒会感兴趣等等等等，就是现身说法了嘛。而谢阳呢是受了他们的骗，谢阳没有否定他遭受酷刑，但是那个记者就是问你现在身体怎么样，谢阳说身体很好，他就把这个放出来这就成了谢阳没遭受酷刑的证据。然后我等我落地，就是我在去福建出差这个过程当中，在高铁坐飞机，然后转高铁，然后又转几趟，
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为了要抓我在这个准备的这个舆论吗？这不马上就要抓我，因为他把那个酷刑啊，酷刑笔录，他们虽然当时没提我的名字，但是就是说律师啊做了这种什么酷有关谢阳遭受酷刑的文件，我记得镜头上有这个文件啊，有文件有我的名字，他们上下拉了一遍，所以我就想，哎，他马上就要抓我。但是所以到了春节以后，桂秋就一直和我没联系，然后这个过程一直到福建长汀，这个、过程我慢慢的就已经预感到桂秋肯定要出境了，或者我就在等这个结果，就像靴子什么时候这只靴子落地，我就在等这个结果。那个时候我想想啊，有人就和我联系说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到了泰国了，我当时哎呀我就很开心，我发了个微信，我说这个真相已经出笼了，这个欢笑已经响起来了。对你来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很重要。你想想，如果把你也抓了，把桂秋也抓了，我当时想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四个人，江天勇、谢阳、陈桂秋再加我，这四个人每个人是一个90度角的这个扇形，如果把这四个人全部抓到，然后这一个圆就拼齐了。那么这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谢阳是当事人，谢阳说我没遭受酷刑，江天勇是谋划者，江天勇什么都说啊，那个又酷刑折磨，江天勇说这个酷刑的事就是我策划的。陈桂秋和是谢阳太太，然后他又有那个和江天勇的通话的那些录音被他们截住了，他这个江天勇如何指导他披露信息，而且你一个做妈妈的，你如果把两个女儿就是威胁他，我告诉你就是让他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你不要说做妈妈，就是让我把我儿子抓起来我也得屈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为什么落地长汀我非常紧张，因为在这个路上我得到了消息，陈桂秋母女三人在泰国被抓，就是在3月1号那个时候，我得到这个消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想明白，为什么他们中共在桂秋还没有回中国之前他们就开始播放万炮齐发来攻击我们，我突然想明白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中共已经确保100%的胜算，他们已经确保了。因为两个人在监狱，在看守所，陈建刚在国内哪儿都出不去，每一步都受监控，而陈桂秋在泰国已经被抓住了，所以也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陈桂秋一进国门，陈建刚马上被抓，所以我。等我走到长亭的时候，我当时就这个想法，我已经突然间就已经涌现在脑子来了。我当时我想，有可能我在这儿，我住了这个酒店，那警察马上就可能会来抓我，所以我就尽快的，交代后事，写了一张纸，然后录了一个小视频，发给朋友们作为一个备份。但那一天呢，因为我在长亭，我要开厅，开完厅去吃饭，开了好几天。而这个过程当中，朋友们和我保持联系。有一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得到消息，就是陈桂秋确定美国元首陈桂秋被保住了。我当时我就这个就是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应该就是在长汀，我那个时候才想这个，我之所以没被抓，就是因为陈桂秋没被他们抓回中国，否则的话我必然被抓。桂秋，请你简单讲一下你带着两个女儿秘密出境出走和获救的经过。回到长沙，然后就
就过年，就过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出来的这个，怎么出来这个问题。我大女儿也是限制出境的，只有小女儿才是，因为她是美国公民，我不确定她是否也被他们限制出境，因为她当初是持旅行证回中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就开始联系朋友们，然后想这个计划计划怎么出来。然后就后面我就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然后就到达了泰国。我是应该说是正月初十之前走的，离开中初十左右，应该是2月16号左右，我记得是。然后我到达美国是2月17号，我中间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花了一个月时间到达了美国。三月十七号。对，到美国是3月17号。对对对，2月16号左右离开中国，然后3月17号到达美国。中间当然这个十分惊险的故事就发生在泰国。中国特务还带着你们家人去泰国，还是给你发信让你回来？到了泰国，他们都去了泰国。我爸爸从来没出过国，那一次他出了国。Oh my god! Oh my god! 就是，警察带着你爸爸去泰国找你。对对对，是这样的。带了一行十多个人去了，坐飞机去的。嗯哼，爸爸从来没出过国，第一次去泰国是这样的，出国是这样的情形。是的，我宝贝他们这么个这么做的这种这个。他们这么个计划，这么多人，包括我在泰国的时候，组织了十多个人的队伍，包括我爸爸包括我这个我妹妹，还有包括我们村里面的这个人，村委会的人，我们学校的领导，我们院里面领导，还有当然国保国安这去了的，我被这个中国特务发现，然后他们带了泰国警察直接到我住的地方，把我们三个人带走，然后把我们关在移民局监狱。即使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除了感谢美国政府各方的这朋友的帮助之外，我觉得真是感谢神呐，在这里面就是把每一步都给我们这个安全的这个计划好。我们从这个移民局监狱出来之后，我们就然后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一直就安全的就是等待机会来到美国。直到我来到美国，我才知道原来在我被抓的那一天，我是3月2号被抓，3月1号在国内就铺天盖地的在那里，中央电视台呀，凤凰。凤凰卫视还是凤凰？对，凤凰网，所谓的假外媒设在香港的，实际上就是官方控制的。对，环球时报等这些媒体在这里这个说我在这里伪造酷刑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这个伪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既然中共现在万炮齐发来攻击我，因为了解这个事情的最了解的只有我，我要是不发声去反驳他们，你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想那个，因为我习惯于晚上写东西，我记得是在大概是下午的时候收到你电话，你说这个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我说我已经有准备了，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动笔。你给我的电话是说这个窗口不要错过了，这个新闻的窗口。是是是。我说我已经那个有副稿了，我晚上就会写。然后呢，我其实我大概就是下午就开始动笔。我那篇文章，多少字？上万字。对，应该有上万字，就是会见谢阳的前后，大概写了我记得13个小标题吧，好像13个小标题，然后从头到尾数了一遍，这算是我的一个对于中共攻击我做的一个反驳，驳斥他们，
然后发出去了，发出去，从这一篇文章开始，那么新一轮的这种博弈又开始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基本上就是文章发出去，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要收到北京司法局的电话，所以追逐电话马上来，金刚，你是不是又写文章了？你是不是又发东西了？兄弟，赶快删掉，赶快删掉。那个你回北京来，咱们再面谈。你赶快把这事儿先删掉。就那样说，我当时我还在长汀去看守所会见，我在那个小山轮上接他电话。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他们攻击我，你看见了吗？他们攻击我造假，他们说我笔录造假，我再不反击他们，下一步就要抓我了。那现在你不让我说话，你就是让我等他们承受他们爱怎么糟践我怎么糟践我。那这样是不行的，我要反驳他们。后来你看，我记得那个所谓的湖南省检察院独立调查有关谢阳遭受酷刑的什么独立调查，而且呢这个调查我记得我写了一个那个我想的那篇文章是什么，就湖南省检察院对谢阳酷刑事件独立调查的追问，到了3月7号又写了一篇政治谎言之后，这几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每当我发一篇东西，在一个小时内，朱一柱电话就来了。朱一柱告诉我是中央很生气，为这个事儿很生气。那司法部呢？这朱一柱说的，司法部拍桌子大骂他们，说我们司法局的就是北京市司法局的人，现在工作没法干了，就因为你的事儿，我们工作没法干了。干不下去了，司法部发疯了，天天拍桌子骂我们。还有一句就是说，现在整个司法局的都在忙你一个人这个事儿，每次都是这个过程，每次都是这个过程。他们没有对你职业啊什么、就是？哎呀，那怎么没有啊？你怎么没有啊？这是他们的常规操作手段，这是他们的拿手戏。对对，年审啊，那个。两级司法局约谈，朱一柱就是拿这个律师职业什么管理办法来威胁我，违纪违规，面临处罚，还有就是，你这个事儿严重到影响你老婆孩子，你不能全身而退。这个当年我们沟通的连短信我都有保留。他不仅仅是针对我，他是针对我这个事务所。我当时我也是合伙人之一啊，我们一个小所，到我们所里要求把陈建刚历来的委托合同、手续、收案手续全部调过来，威胁你老婆孩子，威胁你的工作，威胁你事务所，然后让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施加压力，在最损一招就是要让你这个所要整顿。你的所要整顿，那下一步就不能营业了，就是这样。你去长庭办的那个是什么案子？可以简单几分钟说一下吗？长庭是一个职务犯罪的案件，当事人是一个公安局的局长，这些人有两方面的这个状况，我相信这是中国所有职务犯罪所共同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些人都不冤枉，判他们有罪。不要说一个局长，即便是一个村委会、居委会的村长、主任，他们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第二个特点是他们都很冤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给他们定的罪，安到他身上的那些数额，几个亿几个亿，
好多好多都是虚假的，但是他们呢基本上还绝大部分来说是不敢反抗的，能找到我们进行反抗的是少数，绝大部分就是跟着党吃了一辈子饭，最后党要抛弃我，给我定个罪名，把我留一条活路，放到监狱里待个10年20年，听了认了，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状态，这是中国的官员的一个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归宿。我那个昌提那个案件，当事人遭受了极其痛苦的酷刑，极其痛苦。我在将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材料披露出来。你可不可以在这里讲两三个例子？如果我们的观众是在文明国家、文明社会，你难以想象中共的纪委是如何整这些中共的官员的。任何一个人在纪委想自杀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中共的新闻，哪一个人在纪委审查期间或者在调查期间自杀，你要知道，你要有点判断能力，这绝不是自杀，全部都是他杀。我的当事人，但我就告诉你一个举几点例子，他受了什么样的酷刑。纪委干部去审查，拿个手机或者拿本杂志呀之类的，往那个房间里椅子上一坐，他们翻材料、翻杂志，或者看手机，让我这当事人像狗一样，在房间里转圈爬，就是，有的时候还让他从那个桌子底下钻过来钻过去，就在一个没多大的房间里，就这样，像狗一样来回的溜圈，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这个人不停地爬，弯着腰，大汗淋漓，浑身大汗。这个时候纪委就是纪委的审讯人员，那个事先准备好的冰水冰块放到水盆里，一半冰一半水，用那个水桶弄一桶冰水从他脖子这个地方灌进去。所以我这当事人就是他后背一直是痛的，我记得开庭的时候他的腰都是弯着的，他告诉我他后背一直痛，就是因为这一招。而这个方式整下去，他身上没有残疾，也检查不出来他受了什么样的酷刑虐待啊。类似这种残忍的方式有的是。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十秒质疑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产生的。3月24号，因为我都有记录，3月24号是我出差福建回北京的这个路上，在机场等飞机，我那时候开始制作第一份十秒质疑的小视频，因为微信只能录10秒钟，所以我就是大概两句话因为这是三月份了啊，中共那个媒体上铺天盖地攻击我啊，说我们酷刑是造假。我就因为写了好多文章，那种理由我们有足够的反驳他们。那么为了让这个事情火起来，能够让人看得到听得到，所以我当时突发灵感，我在机场就连续拍了好几段这个十秒质疑。中共说没有酷刑，我们就质疑谢阳到底有没有酷刑。如果没有酷刑的话，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让他自己说？为什么不公布这个审讯的录像？为什么不让律师会见了？如果你们一切都合法，所以我就是在质问这些。最终有多少人拍十秒质疑？十秒质疑应该有差不多上百位律师。当我们这些十秒质疑汇集起来的时候，蔚为大观。蔚为大观。现在在网上就是我每次来看一遍，我内心里满怀的激动，还经常会大笑。因为什么呢？全国各地的这些律师方言不同，环境不同，这个情绪不同，背景不同啊，有的在车里，有的光着膀子，有的这个冰天雪地有的还在游乐场玩着呢。谢阳有没有遭受酷刑，应该是让谢阳他本人来说清楚，而不是由湖南省检察院自己编一个结论。同杀司法当局啊，你们既然否定谢阳遭受个酷刑，
那你们为什么害怕谢阳或者他的律师呢？作为江天勇的辩护律师，我要求会见江天勇，当面问下他是否编造了谢阳被酷刑的事实。作为江天勇的律师，我需要当面核实是否是江天勇导演了谢阳的整个酷刑经历。记者能采访，律师为什么不能采访？目前看守所组织律师会见谢阳，显然是违法的，让人不得不怀疑似乎在掩盖什么。其实不只是谢阳，包括和平、全章他们的境况可能更让人感到担忧。你们说谢阳律师没有被酷刑，那怎么不允许谢阳的律师会见谢阳呢？如果谢阳没有被酷刑，那为什么不让律师会见？为什么不公开调查报告？既然你们说谢阳没有被酷刑，那就请让他的辩护律师去会见他。你们说谢阳没有酷刑，还有调查结论，但是为什么最近不让谢阳的律师陈建刚给他们会见呢？既然谢阳被酷刑经过了独立公正的调查，那为什么还是要将谢阳隔离起来呢？如果谢阳律师没有受到酷刑，为什么看守所在允许记者采访之后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就要敢承认，就要敢让律师见，敢做敢当才是真自信。是否因为对谢阳实施了新的酷刑，所以不让律师会见？为何违法阻止律师会见？想掩盖真相，只会欲盖弥彰。桩桩件件的事情都指向了两个字：酷刑。如果谢阳没有遭受酷刑，为何现在不让他见自己的律师？既然你们说谢阳没有被酷刑，那为什么非法阻止谢阳会见他的律师呢？我只想问，769案件有没有没有遭遇过酷刑的？你们能举出一个来吗？既然你们说谢阳没有被酷刑，为什么你们违法的阻止谢阳会见他的律师？来来往往的这个博弈一直进行到四月份。我记得当时有湖南的人来到北京，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就是四月中旬。我这样说吧，就是我办理人权案件以来我没见到过的这种媒体的滔天巨浪一样，国际社会各国的媒体关注度空前的高，空前的高。到了二月份，十一国大使写信，十一个国家的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使给中国公安部部长，当时好像是郭声琨吧，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对于中国抓捕律师，对律师实施酷刑，他们感觉到忧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调查。这个具体时间，这个我恐怕我还要回去查查这个当初的办案资料。最早是加拿大一个报纸披露出来的，四月份。我们把这个案件推到了最有力量的大陪审团面前，让中国人、让国际媒体、让国际社会充当了这个案件的陪审团，让这些人来判断是非。所以，而这个压力不断的施加向中国政府。大概是四月十二号，我收到的电话，朱玉柱说：“这个，你明天无论如何要到司法局来。”无论如何要来，我恰好当时是在北京，我就推不开了，我第二天就去了那个，是安排的是朝阳区司法局，湖南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湖南律师中都很熟，因为迫害律师都是他们俩干的，一个是湖南省司法厅的汤处长，一个是长沙市司法局的王处长，他应该叫王健。汤处长呢，我记得比较瘦哈，戴个眼镜。他说：“是这样，陈律师，谢阳是我们湖南的律师，我们要保护他。”我的天哪，他妈的被整了两年了，你们要保护他，我们要保护他。那个我们工作已经做了。
要保住他的律师证，往后这个案子你就退出了。我说，那你们不能说这个让我退出我就退出啊，咱总得有个原因嘛。他说那个谢阳已经把你解除委托了，说解除委托的声明，谢阳解除的。我是说那咱就看看吧。他拿出手机来给我看照片，这照片我问原件在哪里，原件我们没有。你们从哪里拿来的照片？他们说啊，那是这样，这个材料就是从看守所拍的照片。我就说如果是看守所呢，那你们这样做这是不合法了，这就有点低级错误，这犯规了嘛。你司法局你怎么能够参与到看守所里去见一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呢？你谁让你进去的？这是职务犯罪啊，这还了得啊。我就问他们，那咱们你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你们说要解除我，你们能就是如果我能我停止再参与这个案件，我退出，你们有什么价码？你们会出到什么地步？这个因为汤处长他的官大，他是湖南省司法厅的，他说这样就是我们呢做工作保住谢阳的律师证，陈律师你这边退出案件。我说那个保住律师证这个在案件上恐怕有难度啊，因为两个罪名的话，你即便是判个缓刑，那个律师证也保不掉，也保不住啊。他们说就是我后来知道这个过程是他们经过了长期的研究，他们费了很长时间到法律上找那么一个下坡的台子，就找到一个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定罪但免于处罚。免于处罚就是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就是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然后就可以保住律师证。他们就把这个条件告诉我，双方的条件就是我停止，那么你们放人。这是4月13号。他们的说法呢是月底。然后我出来，我在那个司法局门口拍了个照片，我说我要留下一个胜利的那个照片。2017年5月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谢阳律师当庭否认曾经受到酷刑，认罪并忏悔，免于刑事处罚，当日获得释放。2017年7月，谢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我这个案子是通过交易出来的，以前的东西我不愿意再重新提起。谢阳律师现在在长沙继续执业，但是仍然被禁止出境。江天勇律师自2016年11月21日失踪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及秘密关押。2017年8月22日，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江天勇。法庭在未提供细节的情况下，将江天勇描述为境外反华势力的代理人。江天勇2019年2月28日出狱，至今仍然被软禁在河南父母家，由多人24小时轮流看守。刘正清律师2019年1月被广东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照。陈建刚律师在谢阳案件后持续遭到北京国保的恐吓、骚扰和严密监控，并且被禁止出境。2019年7月，
陈建刚一家秘密离开中国，几经辗转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从2007年开始执业，到2019年离开中国，我的律师生涯就结束了。我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律师，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中国，一个人发光的时间很短，中国政府会立即把你扑灭。